卤大肠。逛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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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卤大肠。什么东西？不甜甜不辣。教你一下，男生呢就最喜欢女生。嗯哇！乐色话大挑战的是，喂哇 ，Grabby 哇，全新企划，对啊，对来说，那没有玩过哎，完全没有玩过，出门，今天你们就要帮我破出了，因为对于喜剧艺人来讲，谐音梗啊，乐色话中的都是舒服的状态下就可以丢出来，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舒压的表现，对，可是特地来拍这个企划就不太舒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是舒服的状态下想丢就丢，而是你要硬丢，哎，那就舒服一点啊。还是我们在这个企划上面再假装有一个企划，对，然后就我们就舒服的聊天，舒服的聊天，就可以讲屁话。对，就大家所知，垃圾话之王是哎，这个难度，对啊，骂起来，才刚开始，之前是有募集。观众的一些专有名词，是哦，以前是我们自己想，现在是观众提供的。对，毕竟我们现在有很多爱我们的人啊。好，我们就挑几题，我们就来随意乐色，随意随意。游戏规则：酷酷云轩从观众募集到各式各样专有名词，请用这些名词讲出谐音梗或乐色话，越有趣越好。进入企划之前，直男人生新制作广告看了没？第一题了，第一题的题目是卤大肠，阿亮，哎，连卤哎，不要再看大肠机了啦，卤大肠，现在舒压一下，干嘛？怎么样？舒舒服？好，来一下，董轩，逛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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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卤大肠，什么东西？阿亮卤大肠，哎，那吃什么？卤大肠啊，不用了，卤大肠吗？我刚也要想这个啊，最后，卤大肠啊，这个莫纳卤大常常来到我的脑。莫纳卤大啊！莫纳卤大，出生意外是强棒。我觉得卤大肠，女儿养到这么大了，确实啊，人家说的卤大肠十八变，真假？超级违和，只有大这个字一样而已。卤生卤大肠。你的乳大到我的肠子想被你的乳给夹住了，乳大什么画面啊？肠子被乳夹住，大概 AI 都画不出来，是西洋肠的那种羊哦，香肠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知道了，乳大肠，你再给我这样子，我就把你的脸拿去乳大肠。那不会痛啊！那不会痛啊！很恶心啊！阿亮卤大肠哦，我们这个进货啊，这个卤大肠真的卤大肠啊！五个仓库哦，哎呀，这些卤大肠想撸吗？又大又长，只是撸而已，这样子撸不是使用，是撸而已。第二题的题目是甘草芭乐，木森甘草芭乐，那干那草。妈的！你给我讲什么吗？只是夹杂脏话而已。等闲甘草芭乐，我的 play 玩很大，我甘草八个，没有润滑就甘草八个，甘草八个，好猛啊！好难听，超痛的吧？阿亮甘草芭乐，哎，我们这个医院怎么搞了？我们肝怎么少了八个啊？甘草八个，八个怎么捐的啊？被偷走了。董轩甘草芭乐。好，那现在开始来演技大考验了。来，周润发喜，梁朝伟怒，好，周星驰哀，然后甘草芭乐。甘草芭是谁啊？那你为什么是分开演？一个人要演喜怒哀乐吧。阿亮甘草芭乐。很荣幸可以请到这个女神阿乐啊。我们今天要拍的是翻炒阿乐。什么啊？甘草有芭乐，甘草有芭乐，甘草甘草甘草有芭乐。
是跟甘草芭乐。你是讲啥啦？甘草个芭乐哟。你在开选项啊？什么甘草芭乐？走了。下一题的题目是甜不辣。董轩甜不辣？哦，你都有辣？哎，请问我帮你甜不辣？木森甜不辣？我建议你这个鼻子哦，可以冲甜不辣一下。你只想要甜可以，不辣是什么？阿亮甜不辣？奇怪，奇怪，我甜的不辣。杨伟来啦！董轩甜不辣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Steve Curry Kratom's Templar。老 Brown 嘛？阿亮甜不辣？哦，终于发明出来这个自慰杯了 ，Templar。天哪！阿亮甜不辣？大家好，我是太甜不辣。日本人而已吧。阿亮甜不辣？哎，老板，这哪有甜不辣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小时候都会讲不辣。木森甜不辣？教你一下，男生呢就最喜欢女生甜服啊。哇，好强哦！甜不辣？住哪里？哦，那边啊。哦，我天母了。啊，有趣。阿亮甜不辣？哎，这么害怕干嘛？你姓甜哦，你甜熟辣。董轩甜不辣？沙拉甜不辣？恰拉，嘿恰拉，嘿高乌，嘿恰拉了。甜不辣？你不吃哦，真的不吃哦，那甜不要拉倒。我怎么就甜呢？下一题的题目是多肉植物。阿亮，多肉植物。啊，要多肉才能有植物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他肉很多吧？他裙子前面这么短，够多了吗？不够。哎，阿亮，多肉植物。哎呀，不要再吃什么生鱼片、拉面、寿司了，那是倭寇的食物。董轩多肉植物哦，那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配置啊，就是行政植物、这个、物流植物、这个、多肉植物，就放在那边就好了。葛贤多肉植物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就是要多肉植物，植物。阿亮多肉植物，要拿高分的话就要多肉师母啊。不行吧？多肉植物，哇，你这些植物啊，一直跑去夜店啊，这是堕落。阿亮多肉植物，哎，屁股那么多肉，我要吃不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吃啊？多肉吃不啊？木森多肉植物，哎，医生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里好像多了植物，香菇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阿亮多肉植物，宫崎骏这么有名，你有看过多多罗斯耻辱哦？多肉植物 ，Coco 雌素 ，Coco 雌素，怎么了吗？下一题，去氧核糖核酸，阿亮去氧核糖核酸，别养什么狗，养什么猫啦，去氧核糖核酸。木森去氧核糖核酸，哎，去氧核糖核酸也的，啊，去氧是谁啊？去氧谁？去氧核糖核酸。好，那接下来你们要做饮食控制了。那有些东西你们不能吃啊，包含去氧核糖核酸。去氧是什么意思啊？去氧核糖核酸。最近网络多了很多酸敏啊，其中一种是去氧核糖核酸。一种酸敏是不是？去氧核糖核酸，干，闯祸了，去氧核糖核酸喽。董轩去氧核糖核酸，去五 G 走，去氧核糖核酸。去氧核糖核酸，靠北哦，去你妈的核糖核酸。你好像抓到一个逻辑了。董轩去氧核糖核酸，新一代海伦仙露丝，去油去垢去氧核糖核酸，不能去这种东西吧。阿亮去氧核糖核酸，啊，记啊，这核糖很酸耶。木森去氧核糖核酸，哇，昨天去做那个有氧运动啊，真是他妈的去氧核糖核心酸了吧。感觉还不太确定。
前去氧核糖核酸啊，去了，我好痒，胯下好酸，腰很酸吧？木森去氧核糖核酸，我昨天去了阳明山啊，核糖啊，核酸啊，和我妈妈一起去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去。四个人，核糖核酸和妈妈。下一题的题目：努尔哈赤，阿亮，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，木森努尔哈赤，不要不要努尔哈赤，不要，绑架。董轩努尔哈赤，哦，哎，这是他认真的，哎，努尔哈发誓，他发誓。董轩努尔哈赤，来来来，根本阿根努尔哈赤。三努尔哈赤，那个那个努尔哈赤，哪一个撞声？一个打喷嚏，一个打哈欠。木森努尔哈赤，儿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努尔哈赤。董轩努尔哈赤，啊，这都啊努尔哈赤开心。董轩努尔哈赤，这是努尔哈赤南非了，擦翅吧。阿亮努尔哈赤，这是可口可乐，这是黑蜂沙士，这是什么沙士？董轩努尔哈赤，哦，你蛀掉这一颗是臼齿啦，啊，上面那颗是智齿，啊，旁边那颗是哈齿。第三颗的取名也太乱七八糟了。董轩努尔哈赤，努尔哈哈智障。努尔这个人好好用。下一题。新世纪福音战士，哦，你的轮到我的境界了。董轩，新世纪福音战士。啊，我没看过一二三呢，会不会看不太懂？新世纪福音战士。董轩，新世纪福音战士。哎，撑个伞，撑个伞，不然你会把新世纪福音战士。木森，新世纪福音战士。啊，各位可能不知道，这些知男啊，啊，在我们的业界，我们会称他们为新世纪福音金战士。A 片在旁边手伸进去，知道，我知道。阿亮，新世纪福音战士。哦，虽然这是我们的新司机，但是他很熟悉 James。董轩，新世纪福音战士。这是我们今年新聘的新世纪福音 House。阿亮，新世纪福音战士。这是你的新世纪福音战士。好用啊！不一定还好用啊。本田新世纪福音战士。你问同花打不打得赢新世纪福音 House？ 除非你老爸变兔子。木森新世纪福音战士啊，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基督教办的这个新世纪啊，里面有很多的福音传教士。董轩新世纪福音战士，哎，奇怪，这篇贴文的新世纪福音战是谁按的？战是谁按的？阿亮新世纪福音战士，我存在这美丽新世纪福音战士。新世纪福音战士，哦，有新世啊，纪福音没事。纪福音跟努尔是好朋友吗？是好朋友。木森新世纪福音战士啊，跟大家宣布啊，这个新世纪福音战士。木森新世纪福音战士，哎，司机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在下一站下车吗？阿亮，新世纪福音战士，这里呢就是我们新北市的司机总干事。下一题的题目是滚筒洗衣机。木森，滚筒洗衣机。你给我滚啊！你偷我的洗衣机。这个人有病吧？你不知道也在用是不是？哇，那很粗啊。滚筒洗衣机，哦，这个是每天那个确诊人数在变啊，我们会滚筒洗衣机调整。木森滚筒洗衣机，你放心啦，我很注重清洁的，我用滚筒洗衣机。多洗啊！木森滚筒洗衣机。哎呀，你安尼卖个安尼食安尼咸的物件啦，你安尼哦去滚筒洗衣机。跟滚筒洗衣机哦，以前迄个足红的啊，看迄个直播的迄个 app 啊，洗衣机啊。app 洗衣机，现在洗衣机呢？
阿亮滚筒洗衣机。你不要管我，死父亲。还是很有礼貌哎、欸，父亲大人。董轩滚筒洗衣机。哎呦，林董，洗衣机呢啦？我还没想到后面三个字，你就先冲了。董轩滚筒洗衣机。上搞外细汉真假呢？我滚筒洗衣机呢？滚筒洗衣机，滚筒洗衣机，免怨叹，只是落魄。不跟滚筒洗衣机，你凭什么嫌我是洗衣板啊？你再给我滚去洗衣精呢！那是洗衣精，这是。三题的题目是金华火腿，阿亮金华火腿。啊，你那个金箔呢？我美。金华火腿，好吧，今天晚上就不穿内裤，也不穿裤子了。今晚裸腿，为什么不是裸？只是裸腿而已啊，因为只有下半身。哦、阿亮，金华火腿。哦，真的、啊，这不是黄色吗？我、哦、真的、啊，哇，这是金黄火美啊。等先，金华火腿。哎、欸，是你变胖了，还是之前缩水？没有金华。等先，金华火腿。哇，这些精华品都可以拿来缩嘴。精华缩水。阿亮，精华火腿。哎呦哎呦，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，看来今晚有水鬼。被割掉。木森，精华火腿。哇，推荐你吃这道青蛙火腿。直接吃精华火腿啦。等先，精华火腿。不要太高清了，才有朦胧美。阿亮，精华火腿。精华火腿，哦，是腿啊。太粗了吧？怎么认错了、啊？等先，金华火腿。哇，你是交大金城武，我是清华火腿。火腿有什么了不起的、啊？不生金华火腿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，金软我的腿，金软，金软我的腿，金软的腿。董轩，金华火腿。啊，今天晚上要吃什么？金软火腿。哦，对。不生今晚不是。哈哈哈！今晚而爹。我想要的画面出现了，被影响了。木森精华火腿，既然有减少年糕，就要介绍这个杨锦华火腿。杨锦华火腿，本田精华火腿，不要再看 FB 跟 IG 了啦，精华火腿，火腿那是什么啦？像脆一样。下一题题目是敏感性牙齿。有些敏感性牙齿，姓林，敏感性牙齿，还是牙齿敏感的。对，有些敏感性牙齿，怎么还没哭呢？明明是个牙齿。阿亮，敏感性牙齿。啊，其实不是的，我都喜欢敏感性牙齿。听起来好可爱哦、喔。有些敏感性牙齿、欸。不行哦、喔，我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跟敏感性牙齿。治疗啊。有些敏感性牙齿。哇，这个摔跤真精彩啊！三秒就给他敏感性牙齿。性牙齿、喔。阿亮，敏感性牙齿。真的啦，就是你看，你看，呱呱呱呱，敏感性牙齿。敏感性牙齿有啦，有点乳糖不耐症，所以我会敏感性牙齿。下一题的题目是会员载具，耿贤会员载具。不行啊，你不能进去啊，你做会员才能去，你要买票啊。耿贤会员载具，哎、欸，没木材了，哦，会员载具了。耿贤会员载具，哦，你也会哦，这壳又圆又巨哦。一颗而已啊。两颗阿亮会员载具哦，这个会填的奶剂，董轩会员载具，早点出发，这个地方会员哦，来去，董轩会员载具，各位同胞弟兄们，不忘载旅，会员载具，董轩会员载具，会员载再来干，我们会员载具，今日就让我会会你这个元载具。载具是。下一题的题目是唐吉诃德。喝哦，字念喝。真的、哦。唐吉诃德的状况，你没听错，我没念错，这间知名日式卖场叫做唐吉诃德，不是唐吉诃德。阿亮，唐吉诃德。这个唐扬鸡是吃的，不是喝的。董轩，唐吉诃德。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唐吉阳的徒弟唐吉诃德。阿亮，唐吉诃德。我唐吉诃德喝的。被弄掉了。等先，唐吉诃德。我要一杯半唐吉诃德炒冰。董轩，唐吉诃德。哦，谁喝我这个奶茶？我唐吉诃德。木
山堂吉诃德。哦，是那个导游说要在当趟吉诃德。阿亮，堂吉诃德。哎呀，完了，这个餐具好像买太多了，这个堂吉多的，吉多的。人间堂吉诃德。窈窕淑女，堂吉。很适合哎。一生堂吉诃德。哇，这个抽出来，哇，恭喜你这个含吉诃德。他叫含吉。谁要这个东西？董轩堂吉诃德。是我问的是堂吉诃德啦。刚刚是不是有啊？好像有出现过，是口音不同而已啊。堂吉诃德。阿亮堂吉诃德。进桥高乖呀，堂吉呀喝。董轩堂吉诃德。该讲啊。车无路用，爱趁钱好滴，好滴，好好。董轩堂吉诃德。和尚端粮饭，好啊，汤少汤吉喝。董轩堂吉诃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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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十四又不上了，又不上出来啊！董轩堂吉诃德。来上课啦！堂堂堂堂堂吉诃德。的题目是马尔济斯，附身马尔济斯。忽然觉得这一幕有点马尔济斯感。阿亮，马尔济斯。啊，马路你记论文啊，马尔济斯。本杰马尔济斯。你要加 double 的马尔济斯。七达奇斯吧。附身马尔济斯。哇，你这匹马尔济斯虫啊。济斯虫？金丝虫还是寄生虫啊？混在一起了。阿亮，马尔济斯。寄生于和生亮，和生马尔济斯，木生马尔济斯。啊，今天这个法会啊，我们请到这个马尔济斯。本杰马尔济斯，要不要来吃啊？我们的荔枝。哦，董轩马尔济斯，数之数之马尔济斯。阿亮马尔济斯。哦，那我看这个农民历的那个天干马尔济斯啊，天干地支吧。木生马尔济斯，马景他的英文名叫 Martin。 木生马尔济斯，哎，不要偷我东西啊， Martin。 本学马尔济斯，情人眼里出马尔济斯。济斯吧。董学马尔济斯，来，大家帮马尔济斯广一下。本学马尔济斯，马尔在胡乱的阿济斯。下一题的题目是易经荧幕。董学易经荧幕，哎，永安软超超呢，哇，易经荧幕哎呀。阿亮易经荧幕，哎，怎么？都是这个啊！哦，是专门播放历经的荧幕。阿亮易经荧幕，那别那么小气，就分我一滴一经行不？好啊，不要一滴一经做什么？行不？那我有一个，都跌倒了，就不要再硬盯了，荧幕。哦，都没有了。对呀。同学，易经荧幕。哎哎，对嘛，那就水克火。易经银幕嘛，啊，本钱易经银幕。哦，这个印经是银幕生。你看的时候怎么印？本钱易经银幕。要不要吃药？银经银幕。太软就得吃药。阿亮易经银幕。手牵手，今年不生不死。哈哈哈哈哈！易经银幕。董轩易经银幕。易经银幕，可以上双节棍。首周杰伦的歌，代表周杰伦的脚都很难喝。最后一题的题目是克罗埃西亚，董轩克罗埃西亚。小小脸克罗埃西亚，男生爱女生克罗埃西亚，木生克罗埃西亚，哎，克罗埃西班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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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班牙。董轩克罗埃西亚。哦，你是西罗刘德华，我是克罗埃西亚。木生克罗埃西亚。哎呀，也没办法，那个客人爱西呀。董轩克罗埃西亚。跟你讲啊，克罗埃西亚。木
生克罗埃西亚啊，做这种代志的克罗埃西亚，董生克罗埃西亚，克罗埃西呢？耿贤克罗埃西亚，考罗，我才帮他考。董生克罗埃西亚，来上克罗埃西亚。富生克罗埃西亚，哎、欸，那个好莱坞那个你们不知道吗？乔治克罗埃西亚。阿亮克罗埃西亚，哎、欸，那个不可能任务你不认识吗？汤姆克罗埃西亚。只有一个字哎、欸，还有两个字哎、欸。克罗埃西亚，克罗埃西亚，阿亮克罗埃西亚，啊 OK 啊，那很细啊，太突然了，富生克罗埃西亚，克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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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埃西亚，怎么发出来的？听到埃西亚，克罗埃西亚 ，OK， 富生克罗埃西亚。真的可罗马埃西亚，完了。富生克罗埃西亚啊，你奈搞我套嘴啦！啊，你这可乐的埃西亚。阿亮，克罗埃西亚。哎呀，这样就苦了哀家。耿贤克罗埃西亚。嘿，克罗克罗，什么岛啊？富生克罗埃西亚。哦，逛到好渴哦，在埃及。董宣克罗埃西亚啊，这个克罗人爱情啊，当然了。耿贤克罗埃西亚，哇，色哎，超有料，干干，为什么在你面前呢、啊？富生克罗埃西亚，那就干了，才有料。董宣克罗埃西亚，克罗吗？才有料，干。结束了，我被干被摸被揉了，绝了，哇！哇，会失败的计划吗？不会啊，也是笑得蛮开心的，脑袋都空了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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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本来是以为是输压，但是不输压，正常吧？好了，那我们每周四会上来，谢谢变现人，我们是变来了，像女巫。